你知唔知石头系有生命噶？听到呢句说话，伊人嘅哈佬系咪好有感觉呢？冇错，呢句对白系嚟自伊人新歌《留一天与你喘息》嘅。呢首歌已经成为四个网络音乐平台嘅本周点播冠军啊，认真威水啊！伊人除咗为自己嘅 solo 歌操刀，仲有同 JMY Beats 独立音乐人 AP 潘宇谦合作，为 AP 新歌《我度》作曲添啊 ！AP 最近接受商台访问，都有提起伊人啦。如果 Ian 就应该是2016年，因为我们同一个唱歌老师的。那时他未参加比赛，未玩比赛的，是的。那时候都有聊下天啊，吃下饭，但是就没那么熟咯。同埋那时候他沉默寡言一点。有一次我记得我是都好几次了，我每次出新歌呢他都会帮手在 social media 上 share 我的音乐的。那所以我就即是很感激，很多谢他。俾多啲我咪认识我的音乐啦。其实今次会揾伊人一齐作曲，都系 A P 误打误撞噶咋。咁嗰次就系佢话喂，你今日有咩做啊？跟住我今日去紧，我去 J M Y 度写歌，你有冇一齐嚟啊？跟住我 O K 啊，我今日得闲，唔使做嘢。哇！咁就咁样形成嘅。听落去其实系好偶然同埋好随意嘅啫，呢件事开始嘅事。系啊系啊，即系我冇话喂，我希望你同 J M Y 可以一齐同我合写一首歌，系我第一首广东歌咁样。今年就冇呢样嘢啦。A P 仲话首歌嘅 demo 系伊人唱噶，哈佬系咪好想听咧？之后我哋就会喺出面一齐哼个 melody 先咯，咁哼到大家觉得喂有啲嘢喎，咁就话诶录低佢，咁难得伊人喺度嘛，咁我哋话录低佢，咁就推伊人入去啦。咁所以喂你唱 demo 啊，咁样咁啊，都系啊，咁佢唱下就费事见佢好似好入 game 咁样，费事搵人即系阻住佢咁样，所以个 demo 入面系得一句系 JNY 嘅啫，跟住之后。最尾嗰六七句先系我咁样，咁但个 melody 就一齐喺出面 confirm 嘅。唔知 AP 几时会拎个 demo 出嚟开心 share 下咧？